先跟大家讲，这一件是泡泡布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不会皱，不用担心它不会皱。然后它带有一点点荧光的粉红色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剧烈、很害怕、很难搭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大家不用担心。那它是粉红色配上淡蓝色的一个组合，然后格纹的，跟大家说这件颜色超缤纷超可爱的。然后它是皱皱布，很懒惰的人，像妞儿一样不爱烫衣服的人，你一定要买这一件。好，来，这件上衣它是做 oversize 的，所以看得到它是有点前短后长的，有没有感觉？好，再来呢，手袖也是做宽袖，就是那种很好拉放的一个袖子。那当然啦，我们今天如果不想要长袖的话，稍微微微给它折起来，我觉得会非常的休闲利落，折起来大概就是这样七分袖的感觉，然后你不折的话整个要遮阳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好，来，这样子呢就是妞儿平常出门的look啦，我觉得这样超好看的。